林书齐发文道：大北门新闻网将军社团2020-0223 Facebook。 林萧宝殿五龙宫举办大台南消灾祈安户2020-0223 Facebook。 林萧宝殿五龙宫举办大台南消灾祈安护国大法会，黄伟哲祈福其疫情早日消除。因应全球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疫情来势汹汹，台南市长黄伟哲除了指示各单位彻底落实防疫工作外，也十分重视市民朋友于疫情期间的心情调适与心灵寄托。黄伟哲市长今23日出席凌霄宝殿五龙宫举办大台南消灾祈安护国大法会，感谢凌霄宝殿五龙宫筹办消灾祈福法会，期望透过全民与各宗教团体齐心参与，加上各界充分配合防疫工作，以顺利度过本次的疫情。包括立委林怡景、市议员蔡淑慧、林燕柱亦前往共襄盛举。黄伟哲市长表示，本次法会由社团法人中华国际噶当巴佛教总会仁波切及25家寺庙共同参与，希望结合宗教团体之力量与资源，共同为大台南祈福，也盼台湾早日脱离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，世界各国的疫情早日消除。台南市政府表示，这次法会展现宗教团体积极投入公益慈善、不遗余力、善尽社会责任之一举，也希望透过本次优质的宗教仪式，让疫情止步，全民无灾平安，达到宗教力量安抚人心、稳定社会之目的。今日法会除了进行消灾祈福仪式外，寺庙也准备3000份平安米发给信众，并准备防疫口罩给参加人员。2020年2月23日，大北门新闻网公民摄影记者林书齐。
林书齐发文道：大北门新闻网将军社团2020-0223 Facebook 凌霄宝殿五龙宫举办大台南消灾祈安护国大法会，黄伟哲祈福其疫情早日消除。因应全球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疫情来势汹汹，台南市长黄伟哲除了指示各单位彻底落实防疫工作外，也十分重视市民朋友于疫情期间的心情调试与心灵寄托。黄伟哲市长经23日出席凌霄宝殿五龙宫举办大台南消灾祈安护国大法会，感谢凌霄宝殿五龙宫筹办消灾祈福法会，期望透过全民与各宗教团体齐心参与，加上各界充分配合防疫，工作以顺利度过本次的疫情。包括立委林怡景、市议员蔡淑慧、林彦柱亦前往共襄盛举。黄伟哲市长表示，本次法会由社团法人中华国际噶当巴佛教总会仁波切及25家寺庙共同参与，希望结合宗教团体之力量与资源，共同为大台南祈福，也盼台湾早日脱离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，世界各国的疫情早日消除。台南市政府表示，这次法会展现宗教团体积极投入公益慈善、不遗余力、善尽社会责任之一举，也希望透过本次优质的宗教仪式，让疫情止步，全民无灾平安，达到宗教力量安抚人心、稳定社会之目的。今日法会除了进行消灾祈福仪式外，寺庙也准备3000份平安米发给信众，并准备防疫口罩给参加人员。2020年2月23日，大北门新闻网公民摄影记者林书齐。